红金海花是富城地区热门的滨海亲水游戏景点。黄昏的时阵，夕阳美景总是吸引足侪民众前往漫步沙滩，享受渔花氛围。红一条市长表示，观光旅游局110年度针对黄金海花完成本市第一个海陆域整合规划。随即111年，成功向交通部观光局争取新台币2亿，重点景区游戏人带计划黄金海岸。台南市长韦德第四表示：“好，大家午安。那刚刚看到我们这个介绍，我们会看到将来会让我们这一带的意象会变得很漂亮，不管是这个厕所啦，或者整个涵洞的改善。”都很漂亮，不过我们总共争取了1.55亿的补助，很谢谢硬体的补助。我们希望善用这个钱，这1.55亿不是小经费哈。我举个例子来说，有两个东西我都觉得印象很深刻。第一个是港滨历史公园，过去它那个林默娘公园旁边的那个什么喷水啦什么，又没几年就报销了。有没有记得林默娘公园旁边那有本来有一个喷水的然后。那个我们虎头皮过去做了一个这个水流的溜滑梯和滑水道，花了2-3千万，一年就报销了，一年半不到就报销了，就没有从此没有人再去，所以我们这次把它改善起来其实第一个虽然突然是改善了，但是中间十几年就荒废在那边，也成为一个虎头皮景点，一个很可惜的一个缺憾，小缺憾在那边，也不算小，2-3千万的工程都很大。因此呢，我们期待的这1.55亿的工程师做，能够让我们不管是小美军或者说其他的地方，地形地貌，而且能够大幅改善，让很多我们在地的朋友以及外来的朋友其他区域来的朋友，或者是外地其他县市来的朋友，都能留下深刻而正面的印象。好，很谢谢，那也要祝福今天的活动圆满，我们开工典礼圆满成功，工程开工动土量力，有请五方土地神做主，为其施工进展顺利，人员平安，福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降赐真祥，福禄齐真，诸事如意，一拜再拜，三拜，请。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哦。第一响，开地平安，动土顺利。第二响，树德红心，根深蒂固。第三响，念基永固，国运昌隆。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表示，近年来市府团队推动市政建设，真努力不懈，争取中央各项建设案更加利好加之。重点景区游戏人带计划黄金海岸海洋新乐园将以全新风华再现为诉求。只是透过一系列观光营造建设，连接黄金海岸全新沙洲跨时空发展的背景。有效扩展并促进黄金海岸地区整体住宿市场和观光产业的升级，以典型的风貌再现成为观光游戏新亮点区域，请大家拭目以待。以上是台北网新闻网报道。